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呢这个第三章安民章，对不对？对。各位有没有把这个《道德经》啊带回去啊？还有没有把《道德经》又带来了啊？在我们身上啊，这个《道德经》呢，在我们身上，我们呢，这个时时刻刻呢，都保有它。那我们呢，讲到这个不贵呢，难得之后啊，使民不为盗，是吗？对不对？对。因为哈，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所有的万象都虚幻不实在的。那假如说我们太看重那个外相，太看重外面的这一些贵重的东西啊，那我们相对的对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就会看清了。这样呢就本末倒置啊！我们要看重我们佛性本体，然后呢要看重呢所有外面的所有这个形象，所有的一切呢，我们都把它看清。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追求方向啊才是正确。那么接着呢，这个不倦可欲啊，这个使民心不乱。不见了哈，可欲。我们了解哈，这个可欲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想要我们这个心想要可以说是造业的最大原因。那我们要了解说造化都引诱我们要我们去拥有这一些这个实在有的东西呀。不知道呢，这一些东西啊，都是变化无常，会引起啊我们想要，那我们只要说呢不见，不见可欲啊，那我们就不会造业了。所以我们的业的由来啊，就是见到这个可欲，就是想要，想要啊才会造业，造了业呢就是要受苦，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从我们的心里面啊，这个产生，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虚幻不实在，我们在日用生活之中啊，不缺了就可以，我们啊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有的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啊，那个可欲啊，我们就可以啊把它摒除，那我们的那个六识啊。就不会产生那个乱，心里面就不会乱，民心，这个民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以这个圣人之治，圣人，各位浅浅，圣人是谁？谁是圣人？谁呀？谁是圣人？圣人是谁？是谁啊？孔子。孔子啊。各位贤贤，我们要知道圣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就是圣人。这样知道吗？都不敢承认吗？会想说啊，一个五七。还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呢，还不是圣人。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只要把佛性启发的，按照佛性来做啊，他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安尼知影无？安尼圣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呀。要承担就是要承认，要承担
哦，不要呢推到外面去，外面没有了，哦，就在我们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圣人，哦，我们一定也要启发，各位启发了没有啊？哦，都启发了哦，哎，已经一年了，哦，都要启发了，哎，他就是圣人，哦，所以圣人就是他，哎，我们呢要了解到，所以哦，这个圣人。哦，是以圣人，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哦，不上贤，使民呢，哦，不争，不贵难得之后啊，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啊，使心不乱。哦，我们从我们的圣人出发，哦，不上贤了，不贵难得之后了，哦，不见可欲了，是不是都很容易？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啊本身哈、哦、这个出发，然后呢不崇尚呢那个假名相，哦那一些啊，哦那个假名相我们都不崇尚，哎这样呢我们心哈、哦、哎就很笃定了，哎不用争，不用跟哦跟外面的人去争，那自然哦我们也不贵啊难得之后，因为最可贵啊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哦佛性本体。哦，最可贵的，没有比它呢更可贵的，所以我们不贵啊，哦，那个难得之后，外面的哈、哦、那个啊货物啊，哎，那个都是哈、哦、啊借我们用的啦，哦，我们哈、哦、一口气不来啊，哎，都带不走的，哎，所以不要去争那一些呢难得之后，哦，那个啊，哎，我们有难得之后啊，哎，我们哈、哦、这个心啊都不安。假如说我们有、哦、那个几克拉的钻石啊，各位浅显，我们心会不会很平安？一定会唱到无路对不？哦，会怕人家来偷来抢，哦，甚至于啊，我们命都保不住了。为什么？因为难得之后，哎，那个太难得了，想大家都想要了。所以我们命都保不住，所以或者都讲哦，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哎，那个哈、哦、小偷进来的哈、哦，你跟小偷说，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搬去了，哎，啊你不要就留下来给我用，这样会不会哈、哦，产生了生命危险？哎，很笃定对不对？笃不笃定？笃定。哎。所以、哦、我们就不用哦装那个哦铁门，也不用装那个铁窗，用那个铁窗铁门啊，还要做什么？关住。监牢狱里面、哦、就是要哦铁门铁窗哦，那关那个囚犯，哎，就是犯罪了哦，哎，才要关在里面。结果我们自己哈、哦，哎，打造。哦，打造那个铁门，然后打造铁窗，然后自己哦关自己，对不对？哎，所以哦，那个小偷也很聪明啊，哎，这一家哦，他防备得很好，有铁门，有铁窗，里面一定啊有可贵的东西啊，所以进去偷一定有。那你假如说哦，连门窗也都没，哇，门嘛无关，窗门嘛开开。啊，这唔免理你啦，这内底拢无半项，是不是很安全？是。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哎，我们就是哦，生活重心哦，哎，要自己呀、啊、拟定。哦，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唯求作佛，不求一物啦。哦，那一些东西呢，使我们挂碍的东西呀、啊，哎，我们不追求。各位浅显追不追求啊？真的吗？所以只要、哦、生活上、啊、日用不缺、哦、各位前人要记得日用不缺就可以了、哦、不用追求那一些、哦、难得之后了。所以上次呢后学才讲、哦、不是有一个人他去刮伤人家那个哦，那个进口车面堵那个引擎盖，然后那个车主要他赔30万，对不对？对。嘿，那个哈、哦，那一个人啊，后来不是自杀死掉了吗？
那个哈、哦、过程啊，他的家属哈、哦，因为他已经自杀一次哈、哦，被家里的人救了，啊，所以哈、哦、家里的家属去跟那个车子哈、哦，就是要求说能不能够哈、哦、啊少一点哦，不要那么多了，30万，他们实在是哈、哦、拿不出来，结果那个车子就哦就不哦。不允许啊，就是30万，就是要30万。第二次自杀的时候，家人已经来不及救，死掉了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哈、哦，他为什么要去刮伤人家的车？各位亲姐，为什么？两个字，嫉妒。我们每个人哈、哦，内心里面啊，都会有嫉妒啊。哦，啊，你那遐好嘢，我那遐散。有没有啊？还在考虑啊。我们不说嫉妒啦，我们有没有羡慕？羡慕别人。啊，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嫉妒啦。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啊，哎，那个背后就是嫉妒，看不见的。哦，那个嫉妒啊，看不见。他就是、哦、看不得别人好了，哦，我这闪利啊，你好好呀，买进口车在那开，所以他就把它刮伤了。你看这个心态啊，是不是不正？是。嘿，我们要哈、哦、学着、哦、慈悲喜舍、哦，第三个那个喜呀、啊，随喜、哦。我们时常这个开法会呢，先佛来介绍都会讲，说随喜功德是无边呐、啊，有没有？随喜呀、啊，别人得到好处、哦、我们要高兴，不要嫉妒。这个哈、哦、蛮难做了，因为我们那个哈、哦，那个深根蒂固的习性啊，哦，就是会冒出来，哦，都会哈、哦，这个眼红啊，会不会？就是会眼红哦。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哈、哦，这个假如说那个车主啊不贵难得之后，哎，他说啊没关系啦，这个车子就是哦要代替啊我们那个脚行路用的啦，哦啊没关系啦，那个只有刮伤而已嘛，车还会跑啊，纵然车都没有也没关系啊，你看这样心胸不是？很宽广啊，对不对？哎，就不会说去害死一个人了。啊，他贵难得之后啊，所以哈、哦，各位先生，我们也都一样哦。哦，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生活哈、哦，辛辛苦苦哦，持续的累积一些钱买一部车，这个车子一买回来哈、哦，各位先生，我们重不重视？重视。哦，很重视哦，尤其哦，假如说是先生买的话哈、哦。他那个照顾车子的那个程度啊，一定比那个照顾太太哦还要来得殷勤，还要来得努力啦、啊。哦，那个车子安尼顾到拢安尼哦，未使一点啊唔好，啊太太话紧啦，对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哦本末倒置啦、啊。哦，那车是要代替咱的脚啦。哦，就是代替我们行路用的而已啊。那我们现在没有车也没关系啊。哦，我们可以哦那个啊外面哦，哎叫计程车哦，或是坐呢那个大众运输，这样就可以啊，一样是走路嘛。哦，那我们假如说哦这个时时刻刻啊都有运动，身体会比较健康啊。哦啊，所以哦我们了解呢，哦最重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那个呢最重要、哦、一定要照顾他，让他都很、哦、这个 啊恢复到、哦、很光明很圆满，我们照顾佛性的、哦、那个心思啊、哎、都可以说都不够、哎、那照顾身体倒是、哦、很专注、啊哎啊、很、哦、投入的很多、哦哦、心神哦，以及金钱，啊，第二个狗，第二个布，有没有啊？
这个很正确的啦，借假修真嘛，身体要照顾好啊，可是不要过头了，这个养生要刚好就好了，我们很努力一直照顾啊，会不会死掉？终究是照顾不来的，他还是这个忘恩负义，我们身体啊拢无想讲甲顾甲遐尼啊好吼，啊个安尼要死就要死安尼吼，对不对？有没有忘恩负义？所以刚好就好我们养生呢刚好就好，重点一定呢要放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要呢让它有一点那个这个瑕疵啊。我们要知道说佛性不光明的，我们一定是在六道轮回，没有办法回归本位成不了圣人，那我们要成圣人就一定呢就是要光明一定呢要圆满在凡尘呢做事做人都要圆满。各位有没有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很圆满都不敢说一定都会有缺陷的不然的话我们都坐在工作上，对不对？都很圆满的话我们都已经坐在工作上，就是因为还没有圆满所以坐在众生的位置，对不对？众生的位置好不好坐？众生的位置不好坐啊，那什么位置好坐？众生的位置是最好坐的众缘机器啊显现的生相这个是位置啊是最容易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一个来源根源我们呢这个刚才唱那个歌都说我们已经离开家乡已经六万年了。各位离开多久了？只有六万年吗？六万年是一个圆会的一半一个圆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那我们呢就是一个圆会的一半，那我们只有经过一个圆会吗？可能不止了所以我们看佛经的话呢都会讲说从无始以来没有开始一直到现在假如说我们开法会呢遇到南极老仙翁来借窍呢，他会讲说自我成道以来这个地球已经混沌了七次了，对不对？就是有七次的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那我们难道七次都没有来吗？有没有来？有没有到凡尘来？安尼几年啊？一届六万年啊，七届几年？那恐怕还不止七次嘞，因为无始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流浪，毕竟是很苦啦，苦不苦啊？都是只要落入形象都是苦啦。天气热就是热，冷就是冷，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这边很热台北很冷在台北已经都穿夹克穿外套了啦，在这边还穿短袖真的天气两个世界越往北就越冷，越冷冷到或者那个基隆还在下雨还下雨，然后很冷要穿外套不然就感冒了。可是一往越南越南就衣服要越脱越脱，然后就穿短袖，这样一落入现象冷就要跟着冷，热就要跟着热我们都不能选择，对不对？会不会跟上帝讲说拜托了，卖家罗，那或者在北部说拜托卖家寡，
可不可能？哦，不可能实现嘛，哦，哎，所以我们一落入现象，哎，就是要适应环境，哦，啊，一定要去接受嘛，哎，然后呢，这个一天哦，还要三餐，各位有没有吃三餐啊？哦，我们都有吃三餐嘛，哦，荤断而食啊，断食，哦，都一定的哦，要了解到，哦，假如说呢，这个一进入到哦，那个佛教哦，那个正式的哈、哦，哎，遵守佛规的话，哦，过午不食啊，只有早餐哈、哦、跟中餐呐、啊，超过哈、哦、一点以后、啊，哎，就不能吃了。那个遵守哈、哦、那个戒律啊，超过下午一点以后啊，就不能再吃东西呀、啊。那现在哈、哦。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在修佛教的佛教徒啊，有没有过午不食？怎么都知道没有啊？所以哈、哦，那个释迦牟尼佛制定哈、哦、这个戒律啊，哦，他说不是修无义之苦啦，因为我们吃东西呀、啊，哦，进到我们体内以后啊，哦，它会呢。转换成、哦、那个养分，那养分、哦、它会转换成、哦、我们那个心、啊、心猿意马、哦、那个心、啊哦、就会按捺不住，懂意思吗？所以、哦、一到那个、哦、那个青春年岁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就很难修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哈、哦，我制定那个戒律啊，就是要从根源，哦，让我们呐、啊、能够清心寡欲，哦，不产生呢，哦，那个呢，哦，欲望，所以不见可欲啊，死心不乱，哦，那个不见可欲啊很重要，对不对？看现在哦，很多啊那个。哦，炸鸡排，那个哈、哦，走过那个摊子哈、哦、的旁边呐、啊，哦，那个味道都怎么样？很香，对不对？香不香？不香啊，鼻腔太痒。所以哦，那个叫做引诱了，哦。他在呢这个北部呢这个赚钱比较容易啊，啊所以那个引诱口袋刚好有钱哦，就去买，然后吃了以后哦，那个发胖很快，因为那一些哈、哦，都是进口的比较多了，啊都是有打那个生长激素，我们一吃进去身体里面哈、哦，那个生长激素就在身体里面哈、哦。发挥作用，所以就一直生长，然后一个人、哦、就变两个人大、哦、就很胖、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那个都超过我们心脏的负荷，那个胖的人、哦、真的不是福啊。我们看到很胖 的那个人、哦、我们有什么感觉？负担很大，对不对？还是哦，苗条一点比较好，哦，比较灵活啦。这个一很胖了以后哦，我们连腰哦，这个弯腰下来啊，都弯不下来。可以弯下来吗？可以，我们现在可以弯得下来吗？可以。哦，你看多棒呢，吼、哦，这个身体都很健康，很棒。所以我们哦。不贪那个口腹之欲、啊、也不跟那一些、哦、出生、哦、之类的、哦、结恶缘、哦、这个是很理想、啊、又能够呢、哦、使我们的心、啊哦、清净、哦、心、啊、一清净、我们就容易、啊、回到佛性本体回来、哦、所以呢我们、哦、一定呢在这个修持的这个道路上哦，自己要认知，要知道，哦，说不要呢，
啊贪吃，不要跟呢哦那一些哦畜生呢结恶缘，结恶缘哦，我们吃它就要还它了，哎啊我们哦这个生生世世啊，哎都在轮回之中，没有哦了的时候，那我们哦在凡尘哦知道说，既然落入形象，就要受到哦现象的哦那个约束。哦，现象的左右，哦，那我们就呢，哦，努力的，哦，使自己呀、啊、能够恢复到我们本位，哦，就是当圣人，哦，当圣人了以后，哎，我们要哦在凡尘度化众生，哦，可以，哦，可以示现、啊、来度化众生。那我们哦，哎，假如说要到别的佛世界，哦，别的啊地方呢去度化众生。又可以去呀、啊，那我们现在、哦、都在、哦、南山部洲了，哎，别的地方呢，我们都去不了，我们被、哦、局限了、哦、在这个地方，哎，所以生活呢都、哦、不宽广，哦，再怎么宽广也只有地球了，哦，太阳系呀、啊，哎，现在、哦、发展呢就是要、哦、到太空去呀、啊，哦，去生活，哎，那要花费很大的、哦哎，那个经费，哎，那也不实哦，不很实际呀、啊。最好呢，就是我们呢能够哦修正到本性的哦，成仙做佛，千百亿化身哦，又可以呢到所有的佛世界哦，不管是哦西方的极乐世界哦，东方啊琉璃世界哦，南方呢哦宝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呀、啊。哎，这个呢都是啊超越啊哦。我们太阳系，所以我们的知觉哈、哦，哎，知觉性都哦没有很宽广啊，所以啊，平常生活的时候啊，就会喜欢呢跟人家计较。各位在生活之中哦，喜不喜欢跟人计较？喜不喜欢？我们在、哦、这个研究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哦、会了解说、哦、就是不要跟人计较，可是 当我们、哦、遇到事情的时候啊，计不计较？是很会哦，哦，就搞计较哦，所以呢就是要、哦、能够呢这个、学的、哦、比较实在、哦、认知啊、哦、比较实际，啊，真正的、哦、知道了啊，就要去做，知行呢能够合一，哦，知道呢说，哦，凡尘啊不值得计较，那我们呢真正的呢，哦，就不计较，哦，心啊能够呢，哦，培养得很宽广，所以哦，我们哦讲到呢这个是以圣人呐、啊，哦，圣人之治，圣人呐、啊、怎么样来治理呀、啊？哦，我们的。哦，这个日常生活的行为，哦，圣人之治啊，哎，就是哦，要哦虚其心呐、啊，哎，就是把我们的心哦，全部呢都让它呢，哦，能够虚，哎，就是哦空虚了，全部都空了。那所以哈、哦，或者就讲啊，那个啊，颜回，颜回哦，就是把那个心呐、啊，已经空到哈、哦。全部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虚其心呐、啊，就是我们哦之前研究的那个万年放下，哦，万年全部都放下，那个心呐、啊，真的就是虚了，已经都全部空虚了，哦，啊，空虚到这个极点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万年都放下了，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所以恢复啊，哦，妄都尽了，恢复到真。所以哦，我们对颜回的了解呀、啊，它就是克己呀、啊，护理，哦，克服啊自己的脾气毛病，克服啊自己的所有愿望，克服自己的所有意念，全部克服。克服了以后，恢复到哦那个理呀、啊，就是佛性本体呀、啊。哦，克己复理，已经恢复到哦佛性本体，就是天性，哦，整个啊都跟天性啊相复合，所以哦颜回成就，
哦，让我们呢这个学习呀、啊，那我们能够呢在生活之中呢去做，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我们一样跟哦那个颜回啊，这个当呢哦圣人。哥有没有想当圣人的心啊？因为、哦、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最究竟的呢、就是、啊、恢复到我们的、哦、那个本位、就是每一位都是佛、哦、都是圣人、那我们都恢复了、哦、恢复到本位了、哦、就不用呢在、啊、凡尘受苦、哦、刚才我们就讲啊，凡堕入现象就一定呢受苦了哦，纵然再怎么有钱，怎么享受啊，一定是受苦了，不可能说哦，很哦闷热的天气呀、啊，都躲在冷气房里面，毕竟还是要出来，出来就很热了，哦，啊、你也要接受哦，这个天地之间的热，天地间的变化呢，我们都要去哦接受，所以呢，我们就讲说煎熬，我们在凡尘啊受煎熬。哦，福报的人呢，就感受比较哦浅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哦出生就比较哦啊这个不很富裕的家庭啊，哦就会感受很深呐、啊。哥有没有感受很深？有没有受到呢？哦，这个煎熬的生活？有啊。我们用煎熬两个字哦。就是可以说很难过，那个日子啊很难过了，那假如说我们说哦，这里记得鬼就记呢，那个就表示过得很如意的，各位的日子好不好过？好不好过？好过，好过就要努力修道哦，因为很快啊，一生就过了，哦。一转眼然、啊、后百年我们一生呢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回想啊，我们现在都有一点年岁了啦，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年岁啊，我们回想说怎么走过来的啊，是怎么走走到现在年岁来啊、哦、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怎么走过来的、哦、值不值得我们走过的道路啊，哦，所作所为啊，我们认为值不值得？还在检视回想一下，看看值不值得？值得。我们要了解说哦，上天大开普渡啊，我们都能够哦，得到。都能够求道，非常值得，啊，所以哦，这么殊胜的道，我们已经得到哦，就是要努力的来修正，哦，这样呢才不枉费了，不然哦，道很殊胜呐、啊、吼、哦，有没有听过道很殊胜？啊，有没有研究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哪里啊？殊胜哈、哦，在能够使我们成仙做佛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道的殊胜啊，哦，它是讲不完的。可是最直接啊，在我们身上，就是能够让我们哦自己呀、啊、去体会哦，我们可以呀、啊、成仙做佛。各位有把握了没有啊？有了啦。有就是要明心见性哦，明心见性了没？哦，不敢承担。见性了没？我们都会怀疑哦，会说啊，我敢有哦，所以哦，要了解到要承担当下哦，承担，我们都呢哦不敢承担呐。啊、所以、哦、我们才会有一些、啊哦、那个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哦、那一些、啊哦、那一些情形出现。
那假如说我们都呢，哦，能够承担，嘿，那我们了解说，哦，当下，当下，我们一念啊，万年，万年一念，哦，不要有三心呢，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跟佛没有两样，这样知道吗？哎，我们都一直在讲了，哦，不要有三心的话，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哎，我们整个佛性圆满呈现在当下，所以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啊，哎，就具备万年，哎，万年前是这个念，万年以后啊，也是这个念，哦，就已经啊万万年，哎啊，所以就要哦学习呀，啊，当下承担，哦，能够承担了，哦，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啊，没有三心的三世啊，都摄受不住，哦，过去世啊，他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呢也摄受我们不住。那既然三世都摄受不住啊，我们没有六道轮回，所以当下整个啊佛性都圆满呈现，这样了解吗？哎，这个哈，哦，佛学就是要各位哈，哦，反复啊一直听，哦，听到我们非常熟悉，能够在日常生活做，哎啊，真正的就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目标，哦，就是已经呢顿悟，哦，顿教法门啊，就是这么哦容易这么快，让我们当下到达。那假如说渐修的话，那要经过哦五十五个位阶啦，哦，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实地等劫到妙觉，五十五个楼梯啦。哎，我们爬到第几阶了？可以浅显，五十五层，那八几层？还是哈，哦，顿教最好。哦，由凡夫地啊，直接到达佛地。哦，假如说我们从呢五十五个位阶爬的话，哦，要经过三个阿僧底劫啊，三个阿僧底劫啊，寡故。好像我们有讲过哈，哦，有没有？有没有讲过那个哦，那个一劫的时间，一劫的时间的寡故？有一千六百哦，几万年一劫。哦，有时候我们会把说一个灾难啊，算作一劫。那有时候算时间的话，哦，哦，那个时间的算法，哦，各位有听过吗？再说一次啦，好不好？就是我们人民哈，哦，人的平均寿命啊，十岁，九十的十岁啊。为什么只有十岁？因为哈，哦，人心很坏，所以地呀，啊，生长的东西呀，啊，都有毒啦，啊，可以养生，可是也害生，所以哦，寿命很短，只有十岁。那在十岁的时候啊，人民就哈，哦，哎，这个思变，哎，恶到极点哦，就想行善。那行善以后哦，也不是变得很快。每一百年哦，才增加一岁啊！哦，一百年才增加一岁，哦，然后一直增加，增加到八万四千岁，就是我们人类啊，哦，那个寿命的顶点，哦，已经人啊很善良了，都没有一点坏，哦，地啊生长的东西呢都养生，不会害生，所以哦可以啊，哎，活到八万四千岁。所以我们呢，哦，弥勒祖师下生呢，就是我们的人民哦，平均的寿命啊，有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哦，我们弥勒祖师才下生啊。那现在我们才哈，哦，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啊，才七十岁啊，哎，所以哦，还没到达哈，哦，要下生的时候，哎，那么到达八万四千岁啊，人哈，哦，哎，心又变化。哦，又嫌坏做坏，那做坏啊，每一百年又减一岁啊，哦，啊，一直减哦，减到
我们的那个平均寿命十岁啊，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一劫啊，安尼多久？所以各位回去可以用那个计算机算一算，看它是多久，一劫的时间啊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才叫一劫哦，个位数啊个十百千万到千万叫做挪由他，挪由他就已经是千万了，千万一千万叫做挪由他。然后一个挪由他又是个位数啊，个十百千万到千万，千万的挪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苹婆一个。然后又是个位数一个苹婆个十百千万到千万的苹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在一个走马边加，你有他的他加他，一个加他。然后才是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到千万，千万的加他叫做一个二增底劫啊，还能一个二增底劫瓦故，各位就可以想象了那个真的是无量无边啊，非常久那要经过三个，所以佛教他不承认有上天大开普渡，所以他是承认说他们要修三个二增底劫才会成佛啦，那个是渐修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呢不相信这一些凡尘的变化，他都相信那个他们认知的那个劫煞，就是要修三个二增底劫他都先护啦，久不久？很久所以一进入受戒了我们进入佛门，那进入佛门以后斩迷啊都要做早晚课，对不对？早晚课，然后诵经，然后斩迷以后还没接触经典还没有到达二十年以后才接近经典，研究经典真正的你能够深入呢大概都是三十年以后了，那我们一生就够了，对不对？那下一生再来，就这样累积呀，不像我们就可以沾到上天大开普渡的这个很荣幸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很巧妙，我们刚好遇到刚好遇到刚好我们能够得到，所以以往都是修正了以后功果圆满才能够受记呀。那现在我们呢是先受记然后修了，那要不要成佛就看我们本身的决定了。以往是修到功果圆满圆满了才受记，说你有资格成佛了。那现在呢先让我们得到了，先受记了，那要不要成就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决定了要成佛，那努力修沾了上天大开普渡的光，努力修持天人师德，我们呢都可以沾光努力修呢都可以回归本位。那假如说我们有求到了，可是呢不想成仙做佛想要在凡尘流浪，凡尘好不好玩？这个年纪轻的说很好玩啊很好奇所以有很多不一样见解的啦他贪恋凡尘魔王波许啦就是因为贪恋凡尘所以他不想成佛啦那个我们假如说有那个思想的话也不要去勉强。六祖不是讲嘛假如说意见不合啊要怎么做？不是有五个字吗？合掌令欢喜，有没有？
所以哦，假如说我们哦，这个渡去渡人求道渡不来呢，合掌令欢喜，这样哦就不会哦，这个跟他这个结怨了。我们现在有一些哦，他、啊、渡回来的后就去的，会不会？不好意思说了哦，在那心肝里面想的就好啊，都会说哦，会说人家根基有够坏的。我们根基就很好嘛，各位先生根基好不好？好不好啊？好。所以、哦、一定要对自己、啊、有信心，根基不好、哦、不可能求道了、哦、根基不好的话不可能遇到、啊、上生佛法，所以、哦、根基都很好、哦、才可能呢全部都碰上了、哦啊、既然这么、哦、殊胜的这个机缘又在、哦、台湾出生、哦、那个生活、啊、绝对不会像颜回那么苦了，对不对？绝对比他好了，啊、他都能够哦，哦，这个人家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那我们怎么都没有快乐呢？就是没有去了解到哦，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重要，哦，没有了解到。那假如说我们认识了、了解了，哦，这么哦殊胜，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竟然冲晒整个宇宙虚空，竟然这么灵敏、哦、竟然这么奥妙，假如说知道的话，我们绝对、啊、会跟颜回一样、哦、得一善前前无因，终身福施，绝对不让它失掉。我们有求道不修的话、哦、只有种子不灭了，种子、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哦、那个不灭，不会、哦变哦睡灵啊，我们有看过蚂蚁吗？它就是已经睡灵，它的灵哦已经粉碎了啦。啊，得爱哦，一出洗验蚂蚁呀、啊，全部死光光了，才能够集灵啊。很久 哦非常久，为什么？因为哦那个一出生到蚂蚁啊，它就有先后了。那个先出生的、哦、已经死掉了，那个后出生才出生了、啊、结果、哦、都不会同时、啊、同时间死掉，所以要集灵、啊、就集不起来。那我们有求道没有修，就是、哦、灵、哦、我们的灵没有粉碎，就是种子不灭。那种子不灭、哦、我们要知道、哦、我们经过万八逍遥之后、哦哎，人灭了，天地混沌了，然后重开天地，哦，重开天地以后、啊、下一个缘会，然后哦，子会开天，丑会，哦，寅会，哦，这个辟地，到寅会时候我们生人的，哦，子丑寅呐、啊，寅的时候我们人又哦要降生了，那什么人要来凡尘啊？什么人要来？就是、哦、在凡尘、啊、有行善的、哦、这一些人，然后有求道呢没有修的、哦、这一些人，他们、哦、就一定要来。所以我们那个华母性质十戒、啊、我们不是有写在三山坡吗？然后老母把我们先衣先血、啊、都收回去了，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那个是说的好听一点、啊、让我们心里不难过，其实是我们哈、哦、起心动念、哦、我们没有修正、啊哦、没有、哦、恢复、啊、到佛性的光明，所以我们落入凡尘呢，就是、哦、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哦、就生三系、啊、就有业相、转相跟现象、啊、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所以、啊、才落入现象，才落入凡尘。那我们要回归、哦、到我们的本位、啊、最重要就是把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哦、能够了解，然后能够控制，然后能够没有念的，都没有念的，我们的声音、啊、会生在凡尘的音、啊、
就断了。哦，啊，全部念都绝了，声相啊，也就尽了。啊，没有声音，没有声相，我们就不会再凡尘受苦了，就不会流浪。这样知道吗？我们要对我们的整个构成啊要了解。哦，怎么到凡尘来？哦，我们在凡尘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追求？然后怎么样回去？我们都要了解啊。以往我们可能都没有研究了，啊，没有研究不知道啊。哦，就浑浑噩噩啊，一天过一天，到最后一口气不来，去哪里了？我们去哪里了？我们呢，真的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死掉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都是浑浑噩噩、朦朦胧胧，都不知不觉。各位有知觉吗？没有知觉啊。所以我们那个知觉性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知觉性呢，就是要把它发挥让我们呢能够了解说我们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回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一直研究的话绝对有答案会努力来追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心理心法那你说的都听不懂呢，开始不是都这样吗？对不对？那听有的已经研究一二十年了，脾气毛病都在那都没改你看那听不懂的听不多久而已我们会改呢，改了没有啊？各位有没有改掉啊？脾气毛病不好意思说啊，最起码我们对自己啊那个根源啊都会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道心呢啊可以说最大的那个问题所在啊就是不知道用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全部的道心都了解了吗？了不了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研究性理心法，我们知道不生不灭的心在哪里吗？是不是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修是从哪个依据呀？哪个在修？就是依据我们六识心呐。啊，六识心呐，识心是变化，是生灭的。在修了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就啊！啊，是不是瞎修行？是。所以老先生时常讲，摸着根的成仙做佛，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老先生时常都这样讲，我们就是要摸着根，摸到根呐、啊，这个根不是很困难，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本体啊就是我们的根源能够我们摸到了就可以啊成仙做佛所以佛就一直鼓励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三五分钟都可以啊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能够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不是很容易？是，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一定要启发它要认识啊整个轮廓不能只有摸到就忘掉了要如普三年，婴儿生出来是不是要把它抚养？那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一认识了以后一样要把它抚养那个时候啊它很容易啊受到惊吓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很容易啊受到惊吓我们在生活之中
也会体会啦。比如说我们专心在做事的时候，旁边有突然很大的声响，我们会不会吓到？啊，那个吓到哦，又没有碰到我们身体啊，我们为什么会吓到？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法身啊，法身哦受到惊吓。哦，虽然没有碰到我们的这个色身，可是呢，我们法身啊，哎，就在我们周遭。我们日用哦，他不知道了。哎，那现在哦，哎，我们启发他了以后啊，哎，了解哦，原来哦，不只有在身体里面，原来在身体的外面，哎，有我们呢，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各位体会了没有啊？一定哦，要自己本身哦，哎，真的努力哦去做哦，做了以后啊，还要呢哦锁住啊，哎那一个轮廓哦，就是呢要哦时时刻刻啊保持那个灵敏度哦，那个灵敏度呢，你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以后啊，哦它会有般若啊妙智慧产生。那般若妙智慧产生了以后啊，认识真理啊就容易。哦，那真理啊，哎，一认识了以后，我们哦那个啊要修持啊，就会很简单了。哦，那我们假如说都还没有了解到真理，要修呢，哦就会困难重重。各位先生，修到容不容易？哎，我们哦，这个上个礼拜啊，哦有讲那个难跟易呀、啊，难易呀、啊，哦相成。哦，我们只要说呢，在凡尘感染的哦尘垢很厉害、啊，那我们修起道来哦，真的不容易啊。那假如说我们哦这个凡尘的感染没有，哦时时刻刻呢都能够守住本性。哎，那就修起道来很容易，所以这个容易跟困难啊，哎，它都没有固定的，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哦，就像呢，或许讲那个抽烟的哈、哦，跟喝酒的，要他戒烟戒酒啊，哦，他就会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哎，要我们戒烟戒酒啊，那很容易。哎，本来就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哦，就很容易啊，可以达到。哎，所以我们哦，在凡尘也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累世哦，那个习性啊，习惯性哦，没有不好的，那我们修道就容易啦。那假如说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嗜好，哎，都是哦偏离呀、啊、那个真理。那这样修起来哈、哦，就比较困难。可是呢，不管容易困难，只要有心呐、啊，一定可以成就。哦，我们呢上个礼拜哦也有哦这个特别、啊、提到哦这方面，哎，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在凡尘哦，靠我们自己的哦那个心呐、啊，哎，看看怎么决定呐、啊。一定呢要像六祖一样，唯求做佛哦，把这个目标啊哦确立。只有哦，这个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啦。哦，凡尘的哦财富啊，凡尘的哦这一些现象，那个都是哦虚幻不实在。一口气不来哦，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归于别人啦，拢别人的呀。哦，啊，咱安尼辛辛苦苦哦，去家安尼得到的，拢无效。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唯有哦，我们呢把不生不灭佛性啊，哦修得光明圆满，哦最重要。这样各位能够听得进去吗？可以哈、哦，哎，这个很有价值的，哎，所以我们哦，这个圣人之治啊，哦圣人要怎么样来哦治理呀、啊？哎，我们的生活。哎，就是呢，要呢，哦，虚其心，空虚呀、啊，我们的这个心呐、啊，让我们的心哦，里面
没有、哦、那个物，没有被物啊占据，然后也没有事、哦、心啊都没有物也没有事，这样的心啊就清净。那我们的心啊、哦、清净、哦、我们呢就容易啊、哦、恢复到、哦、我们的本性光明。这样听得懂吗？哦、所以呢这个哦习其心、就是呢这个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我们能够做的话呢，哦那个啊真啊哦就可以呈现。然后实其护啊，哦这个实在的哦我们呢这个肚子里面啊有东西啊，就是有内涵，所以这个哦就是啊我们这个人格啊哦很健全很清高，哦那个实其护，我们要了解说自己有没有哦那个能力，哦自己呀、啊、有没有哦这个知道很多，哦自己最清楚的啦，啊所以哦这个实其护啊，就是要充实我们的内涵，很重要了，尤其哦我们这个落入凡尘以后啊，所学的哈、哦、都是聪明，那聪明以后哈、哦，我们都会哈、哦、这个占人便宜呀、啊，不肯吃亏。那我们要知道哦，这个不肯吃亏啊，占人便宜的话，会把那个浩然正气啊用掉。那用掉以后哈、哦，我们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啊，那个哈、哦、魑魅魍魉啊就会找我们麻烦。所以、哦、我们、哦、就是要充实自己的、哦、那个内涵，那内涵我们充实，就是、哦、还肯吃亏、哦啊、有实际的那个能力、哦、帮助众生，还、啊、又呢、哦啊这个不记在脑海，这样呢都会、啊、走入、啊、我们这个仙奔、啊、所以、哦、这个、哦、实其护、啊哦、非常重要。所以佛学就讲说，我们要试验自己呀、啊，哦，有没有很实在的、充实的内德啊？哦，有没有哦很啊充实的浩然正气呀、啊？就是哦，这个晚上，一个人，然后到那个坟墓，哦，那个蒙阿波，到那个地方去呀、啊，看看哦，自己呀、啊、会不会发抖？这个晚上、哦、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坟墓啊、哦、又是很多的地方，它有那个灵火鬼压会啊、哦、哥有看过吗？没有啊，想不想看呢？好、哦、不想看最好的啊、哦、最好是不要看，因为那个灵火、哦、就是我们那个骨头里面啊、哦、它呢这个生发出来哦啊、很轻呐、啊哦，我们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啊，它会跟着我们那个身的风哦，走了，那我们哦这个走得慢哦，那个它也走得慢，我们看到孤鸦会的地哦，走快一点，它也会跟你快一点、啊、到后来你用跑的哦，它还跟你一直跑，所以试验自己呀、啊，浩然正气呀、啊、够不够，哦。够的话你不会害怕，因为幽冥鬼魂魑魅魍魉都在保护你，所以你不会害怕。那假如说我们感到害怕，就表示我们浩然正气不够，所以人顶天立地、啊、最可贵的就是浩然正气，所以孟子鼓励我们、啊、养浩然正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呢能够吃亏哦、都是在培养浩然正气，可是我们、哦、大部分的人、啊、都不肯吃亏了、哎、肯不肯吃亏啊？真的吗、哎、这个内心回答，那以后、哦、真的遇到现象、哎、就要记得说、哎、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过，要真的哈、哦，要学习吃亏，培养浩然正气，
这样哦，做起来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想都没想哦，那绝对不肯吃亏了。哎，啊，先哦，在心里面建设，哦，都已经呢建立了，哦，吃亏没关系，我可以培养浩然正气，哎，那就很喜欢吃亏了。这样了解吗？无力。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哦，这个实其父啊，实在的培养我们内德，哦，那个很重要，哦，这个、啊、哦说不得的，要自己做的，哦，因为呢，哦，这个骗得了别人啊，骗不了自己，哎，自己呀、啊、有没有做到哦，自己最了解，哎，那我们哦实际的哦，真的踏入哦，哎那个修道的轨道。各位都在看什么？怎么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那边有心理心法。我们研究哦哦心理心法，就是要能够哦掌握我们自己的心哦，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心的变化。自己都了解，自己能够掌握，自己能够左右，嘿啊，这样哦，就已经成一半了，哦，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哦没有研究的话，我们都不知不觉啦，嘿，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哦都是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哦就是无明，啊，我们都在无明之中生活，嘿啊，无明哦就起惑造业啦，啊，造了业就要受苦。哎，都这样哦，没完没了，哎啊，所以哦，我们修持的哦，要哦研究心理心法，明心见性，心明了，怎么样？因果不昧啦，见性了，成佛无疑啊，哦还不熟、哦，哎，就表示我们都还没有追求哦，哎明心见性啊，哦，所以一定要了解。心明的因果不灭，不会迷昧因果、哦、因果它是决定的，我们不会迷昧，就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哦、然后见性的、哦、成佛无疑，不用怀疑，一定能够成佛，因为、哦、那个性、啊、就是呢成佛的根源、哦啊、我们都见到了摸到了、哦、已经培养了，就绝对会成，早晚而已、啊、所以呢早晚而已，一定成的、哦、要有这个信心、啊、要有这个担当，都有了没、哦、一定要有、哦、要实其父、哦、然后呢、啊、这个弱其志、啊、强其骨、哦、这个弱其志、啊、就是我们、哦、对凡尘的所有、哦、那个追求的那个志向，我们要、哦、使它很软弱，就是不追求、哦、这个物质的、哦、那个享受了、哦、不追求、啊、感官的刺激，我们大概、哦、在凡尘、啊、使我们能够投入、啊哦、我们全神来做的事、啊、就是、哦、这个外面的物质，然后、哦、跟感官的享受，就是只有这两个、啊哦、我们用钱这样都没心疼，就是这两个，那我们对这两个一定要弱、哦、弱其志、啊、不要去追求感官的享受，不要去追求外在的物质，那这两个已经弱了以后、啊、我们就省掉很多麻烦，很多烦恼、啊、都全部省掉了、哦、假如说我们太强了、哦、要追求物质，要追求感官的享受、哦、那个造业连连啊，造了很多业、哦、然后我们就、哦、受苦不断。各位先贤对这方面呢强不强？不强、哦、那很理想、哦、所以呢我们要弱其志、啊、对凡尘、啊、物质的追求，对感官、哦、享受的追求，我们都要很弱，
这样的话哈，就可以省掉我们很多的烦恼，哦，我们也可以省掉造业，不会造业了。我们哈，大概呢，就是哈，追求感官的享受，造的业是最大最多，哦，追求物质呢还其次啦，哦，那个毕竟呢有东西呀，哦，可以摸得到，也不会太强烈呀，哦。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或许都讲日用不缺就好了，有的吃啊，有的穿，然后有可以遮风避雨呀，就好了，不用再额外的去追求一些呀，那一些这个财宝财富啊都不用，那个都会让我们后悔啦，追了那么久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呀可以带得走。所以凡尘就是要看得能够透彻，假如说东西已经失掉了，我们就会想啊，说我身都没有带来，所以没关系啦，然后呢，这个追求不到东西也不用烦恼，就想说我死也带不走，生也没带来，死也带不走了，那为什么要苦苦的去陷入在这一些物质的生活当中，就不用了，我们台湾真的福报很大，假如说我们一出生就在非洲，各位浅浅，我们假如说一出生就在非洲，那怎么样？像那个肯尼亚还有一些伊索比亚，那个电视报道那个不是小孩在那个垃圾堆找食物吃连大人都在那个垃圾堆在找食物吃那看的真的是可怜啊，大人呢拢伫个垃圾堆伫个找物件吃真的是很可怜啊。不过我们这边也有看一些像有一些在车站，假如说我们在等车的话等得比较久一点，会看到有一些人大概就是街民啦，他们就是垃圾桶把整个垃圾桶都拿出来，然后从里面捡东西吃来吃，等捡物件吃。各位有没有看过？有的有，有的没有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也有可能啦，在我们台湾只要你肯付出劳力生活都不是问题呀。那一些就是自己这个自甘堕落。看一看他们都是蛮不是很年长啊，不是说这样七老八老啦，都还有年轻力壮，还够真有力的时阵啦，唔贪食，拢去粪扫人捡物件食，他一生是不是完蛋了？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以后，未歹哦，还可以当修道，是不是很幸福啊？是。我们很幸福啊，要把握把握这个非常好的修道环境。能够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出来当家。不要让感官当家了。我们让这个感官当家已经很久了，都习惯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前病交给我们佛性本体，由佛性本体来当家。各位有没有做啊？真的啊，很理想那个佛性当家视听言动都不会造业都是佛性在主宰。那我们这个感官当家不行啦，这个一到外面去尤其现在这个景气好一点啦，那个百货公司一家一家一直开大家都抢着买，抢着要，那我们假如说看到那一些的话，我们又
哦，这个处身在那一种现象之中，人咧唱哦，我们会不会想跟人家抢啊？真的啊，哦，这么理想哎，这个已经哦跟人家身处在其中，不会想跟人家抢，哦，那个真的很理想哦，哎，因为一般人哦，他都会想说，哦，这个本来哦他是卖100块，现在才卖10块。你抢不抢啊？抢不抢？哇！才刚刚不抢而已，现在竟然要抢，那谁在当家？又是被感官拉走了哦。所以哦，我们要知道理想跟现实啊，有一段距离哦，真的有一段距离。哦，你都不缺了啊！哦，那虽然讲100块卖10块哦，啊，你想想我买断了嘛，变垃圾，啊，要不要买啊？哦，还是不要了哦。嘿，一阵存1块嘛卖，伊讲免钱送你啊，贵气哦，我那得个提断了，我嘛卖，这样是最理想的，全部都是佛性当家，对不对？有没有到这样啊？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一定呢，哦，要佛性当家的时候啊，都是义工要送我，我都不爱，要到这个程度，哦，所以你看哦，我们都已经呢，哦，不啊，这个不想到哦，我们那个哦不用的东西呀，这个时候啊，我们会去买那个彩券吗？哎，我们会想那个。哦，那个去兑奖的东西嘛，嘿，所以哦，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哦，那个知觉性。为什么？我们到凡尘来啊，一生之中用多少啊，已经都有一个定数，没用多少哦，拢有固定啦。那你假如说哦，本来是哦80岁，80年可以活到80岁啊，哎，要用的钱啊。哎，我们60岁就把它用完了，那底下那个20年要怎么办？是不是促成哦，自己呀、啊、提早死掉？哦，所以我们不要去哦，哎，去拿那个额外的钱，哦，那个不该我们拿的钱啊，就是不要，哦，不该我们拿的东西就是不要，哦，免费送给我，我也不要，哎，就是要到这个程度了。哦，这样容不容易做？哎，这个哈、哦，各位可能在想，然后我度掉我拢没。我们要真的要了解到、啊、很多东西啦，不用的时候啊，哎，都是不用，用不掉啦。啊、你起码哦，拿到家里回去了以后，你隔了一段时间哦。哎，就是踢过来踢过去，都没去用到，到最后、哦、还是到垃圾桶去了。那何苦来哉呢？哎，干脆来的时候我就不要，哦，省得麻烦，对不对？哎，我们要培养，哦，本来啊，我们这个佛性啊，都不免哦，遐有诶无诶物件，都可以不用。所以啊，尤其那个化妆品。我说哦，蛮贵的啦，哦啊，这个白天呢，哦，这个擦一擦，然后晚上睡觉都要洗掉。我说可以不用洗吗？哎，那个明天还可以用啊。哎，那个不用洗掉哦，怕那个皮肤啊，哦，会有那个后遗症出现，对不对？还是要洗掉。哎啊，现在哦，因为很多都在装那个假眉毛，有没有装起来啊？好不好看？不好看啊，真的啊，那个装起来不是很好看吗？它不好看干嘛要装啊？哦，现在哦，这个因为哦工商社会比较忙，他没时间哦在家里装啊，结果在哪里？坐在车里面装。
所以坐车就时常可以看到，哎，人家在装什么假眉毛，啊，还很不容易装的哦，装了老半天，车子已经走了很久了，他还在装。所以或许因为时常坐车啊，时常都看人家在化妆。装假眉毛是里面的一个哦，还有那个小镜子啊，哦，然后那个两边哈，哦，鼻塞，然后哦眉毛哈，哦，然后那个眼睛画那个绿绿的那个，啊，哎，因为都写真远啊，都拢真久啊，哎啊看伊安那装安那画。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一个审美观哦都不一样啊，哎，有时候哦一装一装，哎，有影有较水，哦，然后呢，假如说哦，像或许这个 LKK 哦，看了以后会有一个感觉说，哎，卖真一股啊有较水，哎，真的哦，有一点像山妖水怪。哦，我们朴素啊，哈，民色色哦，还上素色的，上水啊，哦，最美啊，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表现哈，那个真善美啊，真的不在外表，或者都比喻了哈。所以安尼规车吼，拢坐个位拢坐满了哈。啊，今嘛有迄个老伙仔起来吼，伊都安尼拢，哎，徛袂好势嘛吼，啊，拢无人要让坐啦。哦，啊，虽然遐济人拢较少年，啊，生得真水，啊，伊拢无爱让座吼。这个时候啊，你看到他漂不漂亮？哎，那个后面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吼，伊讲来阿伯阿伯，你来遮坐，我遮好你坐。嘿，长得不怎么样，变足漂亮，对不对？哦，因为他的心呐，哦，就是心好，哦，所以那个真善美哦，在里面，在心里面。哎，你真的哦，阿家迄老阿伯吼，看来你也伟济，哦，就是真善美。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啦。哎，啊，所以吼，第一面看的时候是外表，哦，水水水。啊，你所谓呢心脉吼，叫做蛇蝎美人，对不对？是不是人拢吼，敬而远之啊？对吧？哎，黑买黑看买，哦。要你跟他一起生活的话，愿不愿意？要你跟那一种人生活，要不要？哦，要不要？不要的，对不对？哎，将心比心嘛。所以我们了解哈，真的好就是在心里面哦，真善美，哎，从心里面发挥出来哦，不在那个哈外表形象。所以可以省掉很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这个课很好，哦，以后啊，你化妆品都买不要紧啦，买较少。啊，服装吼，要买嘛不要紧啦，唔免买遐济，哦，有他穿就好，哦，是不是可以省钱？是。可以省下来很多钱，而且现在吼，那个年轻人穿的那个服装啊，安尼订一叠 H 叠吼，啊倒倒的安尼，好不好看？它是很好看呐，可是我们看起来吼，啊那也安尼，哦，这个大概又是 LKK， 看不习惯，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哦，那个朴素哎才是美，它要从心里面呢哦发挥出来。哦啊，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哦，就去实现它，所以哦，我们若其志啊，把那个凡尘的哦那个追求的志向，都减弱了，然后呢，哦，强其骨，就是呢，我们对我们自己呀，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啊，哦，这个行持啊，一定要强，哦，强其骨就是道骨啊，就是我们哦要把。那个佛性本体啊，这个培养得很茁壮，哦，这个呢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哦，这个能够做的。各位自己的
哦，那个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有没有培养的啊？有没有？哇，这些灰都没花去啊！这么努力的哈、哦，在鼓励啊，哎，我们竟然都哈、哦、还没有回应，哦，就是表示呢还在考虑的阶段，哎，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其骨，哦，强我们的道骨，哎，就是哈、哦，哦，这个啊对佛性本身的那个重视程度啊，一定要加强，哦，那加强了以后，我们对凡尘的现象就看淡，那。凡尘的现象一看淡了以后，哎，我们不计较，哦，就不会计较了，哦，凡尘事都不计较了。然后呢，对，哦，那个啊，可以帮助众生的事情啊，哎，会很努力，哦，很努力去做。然后帮助了以后，哎，就哦，抛开了，摔开了，哎，都不去记在脑海，哦，很理想，哎，我们这样一直行持啊，哎，真的哦，那个道骨啊，很坚强。哦，强其骨，哦，我们呢自己呀、啊、都会很欣赏自己。各位前贤，欣不欣赏现在的自己呀、啊？欣赏啊，欣赏他哪个地方？欣赏他能够研究心理心法，对不对？他能够坐着听哦。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哎呀，那种听无的吼，搁坐掉，那足不简单的呢。啊，你讲拢互听无啊吼，啊，搁拢坐掉要听你讲哦，你看是不是很欣赏？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凡尘啊，这个有时候啊，哎。很多呢，这个在北部的前贤哦，一报告心得啊，都讲啊，我听都听无啦，啊，但是我都知影真好。要一段时间哦，哎，大部分都要两三年、三四年哦，成效才会出现，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快啊，哦，才一年的时间哦，哎，都进入状况，有没有进入状况啊？都进入了，哎，我们自己也说，我进入了，哦，虽然还没有很哦深入了，可是毕竟哦能够知道了，哦，啊，知道了这个啊，就是摸到根了，哦，很重要，哎，一定要鼓励哦，有求道的道亲啊，一定要摸到根，哦，找到啊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哦真心佛性，哎，就是真心一定要找到，哦，那个四心啊。我们在凡尘用的四心、啊、可以放下、哦啊、这个真心一定要找到、哦、然后要保有它，这样呢我们这一生、啊、就不白来了。常使民呢无知无欲，这个、哦、就是呢长时间的、哦、使我们的那个六识、啊、无知无欲、哦、我们的那个六识、哦能够无知无欲、啊、就不会造业、啊哦、我们六识、哦、太强的话、哦、就不好，了解吗？我们六识、啊、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的心、哦、都是这样来的啦、哦、由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心、啊、这一些心呢就是人民、哦啊、常使民、啊、常使这一些心、啊、无知都没有那个知，所以、哦、我们这个、哦、四心假如说、哦、都知道的话，那都会比较、哦啊、我们落入比较，各位前贤，我们生活、哦、都有苦、啊、可以吃了。假如说、哦、夫妻之间、啊啊、落入比较、哦、哪一对夫妻怎么样，哪一对夫妻怎么样，然后、哦、各位先生，这个夫妻的感情会怎么样？会摩擦的，对不对？哎，这个一落入比较、哦、然后、哦、那个小孩子啊，你看人家的囡仔，人拢读一名，啊，你那还拢读那个尾名，这一下子哦，那个小孩子又吃苦了。所以只要一落入比较、哦、那个都不好过了。
那我们呢、啊、比不比较？在生活之中，你看人拢有车人开吼，你拢骑多摆。然后吼，你看吼，人拢骑多摆，你乃拢骑卡踏车。啊，人有卡踏车人骑吼，你乃拢用行的。要不要比较？这个一比较了以后，心就不平了。啊，心一不平了哈，哦，怨就来了。啊，我们充满了怨在生活啊，哎，那就很苦啊。各位在生活之中啊，有没有怨？哦，你看，这足诚实的，都唔敢讲。多多少少哈，都会有。哦，只是大怨跟小怨，哦，都会有在心里面、啊、都会有，哦，只要呢，哦，这个在这个凡尘生活，哦，多多少少都会有怨。那我们哦，一定呢，在修道的过程之中啊，先把那个怨找出来，然后去除掉，不要有，因为有怨了以后哦，不把它清除啊，我们会变成恨、怨恨。他一恨的哈，那就比较浓，比较浓的哈，哎，那个怨的哦，所以在接下来哦，就恼、怒、烦、怨恨、恼、怒、烦，以后会做什么？以后啊，一世人若无去哦，后世人会变做什么？会变毒蛇啦，哦，所以这一生呢，绝对不要哦，去酝酿那个怨恨、恼、怒、烦。哦，只要我们哦一直酝酿啊，哦来世的话，一定会当毒蛇。我们现在这一生啊，遇到那一种怨愤、恼怒、烦的人啊，我们避不避开？不愿意跟他相处，对不对？哎，因为哦哦，黑龙倒倒一挂迄个有诶无诶代志倒不了呀，啊，都是在哦倾倒垃圾。要不要赶快离开？哎，就好像我们在避毒蛇一样，对不对？哎，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要使我们的哎那个哦六那个六识啊，哦六识啊，就是明，就是我们身内的人明，哦，我们佛性啊，哎，就是圣人，然后呢，我们六识啊，哎，就是哦圣人管理之下的人明。哦啊，这个人民要使他无知无欲，没有知觉的话，哦，他就不会比较了；他没有欲望的话，哦，他就不会有怨了；他没有哦无知无欲啊，是不是都不造业了？可是我们哦，哎，就不愿意处在这一种状态之下，哎，都是要知了，哦，哎，龙，不给我们知道的哦。我们业哦，那个倾听，就是哦，耳康压来来一听，有没有？哦，所以哦，一听一听到以后啊，是不是产生很多烦恼？人家不给我们听的事情啊，我们硬要去听的话，听到以后啊，那个反应会怎么样？绝对是不好的，对不对？哎啊，唔知哦，上好啦。哦，不知道的话哦。最幸福的，哎，啊，知道了以后，烦恼很多了，哦，所以我们有，哦，有时候就是要了解，哦，那个无知无欲啊，哎，就是哦，很理想的状态，哦，没有，已经也都没有那个起心动念的，哦，那个因呐，啊，那个因都消失，所以呢，哦，常使民呐，啊，无知无欲，哦，没有啊，那个知觉性，哎，就不会呢做坏事。那么使福自责呢，不敢为也。哦，那个使哦，那个福是一个花语词啊。哦，使我们呢有哦这个稍微一点智慧的话，不敢为哦，不敢去做了。哎，就是做了以后啊，哎，就是会哦受苦。哎，所以哦，使福自责啊，不敢为。这样了解意思吗？都从我们自己本身哈，哎，入手了，哎，那个民哈，人民啊，就是我们的哦，那个六识，
圣人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哎啊，所以哦，我们佛性本体之智，圣人之智啊，哎，就是要常使民啊，哦，无知无欲，然后使福智者啊，不敢为，哦，使这个啊有智慧的哈，哦，哎，他不敢哦去做，不敢呢哦做坏事啊，哦，不敢为。那么畏无为啊，哦，则无不治。哎，我们呢，畏就是做，无为呢，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啊，就是从佛性啊本体发挥出来。哦，然后呢，做，我们做从佛性发挥出来，这个叫畏无为。还你了解不？这三字吼，甲道做伙啊，畏头一字的迄，那个哦，为就是做啦。啊，无为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啦，啊，者为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安尼会了解未？因为三个字吼都蛮哦简单啦，哦，为无为，为就是做，哎，就是要做，啊，怎么做呢？就是从佛性吼本体发挥出来去做，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就是从我们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哦佛性本体，哎，这个掌权，它有权柄啊，哦啊，它能够发号施令，哎啊，从佛性本体哈，哦，哎叫我们去做，然后我们就按照佛性本体去做，哎，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呀，啊，就讲说我们要把那个《道德经》带回去呀，啊，哦，然后来的时候把《道德经》带来啊。各位都有带了没有？或许是说，哦，那个旁边，哦，不是有或许写的讲义吗？是说那个啦。因为，哦，那个讲义是或许，哦，这个五年前，啊哦，开始写的，那个时候，哦，哎，是慢慢的，哦，一直思索，然后看，哦，很多人的注解，把他们的那个精华都集中，然后写下来。他不是从第一章开始写，是从那个中间开始，然后往后往前，这样慢慢促成一本。所以各位可以拿回去看，跟后学所讲的都不同，都不一样，角度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坐着慢慢写，慢慢想，所以想的比较完整，比较周到，所以角度会比较多，所以拿回去看的话，就会更了解到不一样的我们佛性发挥出来不一样的作为，跟道它的功能作用又有很多呢，没有在这个我们讲的时候讲出来，可以知道更多的角度啊。各位回去有看吗？这个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十个还有一个，已经不错了啦，能够这个看一下的，对自己啊绝对会有帮助的，所以或者都鼓励各位拿回去，拿多一点回去也没关系呀，因为假如说有亲朋好友来，他也很喜欢老子，很喜欢研究《道德经》啊，你也可以送给他一本。你只有一本的话，在那一种状态之下，他很喜欢老子，可是你也很喜欢看，那个两难呐，很难处理。到底要老的好嘞，还是要给你好？你有两本的话，两全其美。一本我留着，一本给你，所以都拿没关系呀，就怕没有，有的话我们就都拿，那或许看都剩的蛮多的，都没有大家很踊跃的拿回去，还有五分钟，是还有二十分钟了，还留十五分钟要给各位问啊。所以讲的还是剩下五分钟，
那我们呢再把哦这个安民章呢哦稍微的哦这个复习一下，哎，就是哦我们呐、啊、这个圣人之智啊，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哎，就是圣人。那我们圣人之智哦，不上贤，不崇尚哦那个贤明，因为我们呐、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已经是最高了。我们不崇尚哎，哦那个假名相，哦那个我们都不追求，所以哦不上贤呐、啊，不崇尚贤。这个不上贤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个呢凡尘的这一些哦假名啊，我们都追得哦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各位浅显，现在哦不是有五都贤起吗？哎，争得厉不厉害？哦，很厉害哈、哦！啊，我们争不争？哎，不争哈、哦，所以不上贤。哎，这个哈、哦，使民不争啊！哎，我们不争，哎，因为我们不争，叫我们去做那个位置，我们也不做。我们要做哈、哦、佛，对不对？哎，咱要坐佛的位啦，不爱去坐迄个位，哦，所以不上贤。然后呢，叫使民不争。使我们、哦、那个六世、啊、都不去、哦、争这个贤名、哦、这个假名都不争，然后呢不贵、啊、难得之后、啊、使民不为道、哦、因为我们佛性、啊、是最贵重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哦、这个是最贵的，我们已经有了，那外面的、哦、那个货、哦、就是呢财物、啊哦、那一些东西、啊、那个都我们不贵重，一口气不来都不是我的，我不要去堆、哦、所以不贵难得之后、哦、这样就不会变偷盗。我们为什么会偷，为什么会盗，就是因为、啊、那一些东西、啊、很值钱，我们才会偷才会盗、哦、那假如说我们了解到我们到凡尘来该用多少都已经有数，已经注定了前生啊都已经哦造那一些啊福报来的，所以我们哦不是有那个拜道吗？哥有没有拜道？就是哦那个北斗七星啊，有没有那个哦？因为我们的葫芦啊，就是哦那个北斗七星的掌管啊，然后我们拜道哦，就是哦告诉那个哦。那个北斗七星、啊、我的葫芦、哦、记得送来给我，所以我们拜道就是在拜那个拜什么，拜我的福禄、啊、会记得给我送来的，各位有没有拜啊、哦、就是这样都没福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哦、这个凡尘、啊、很好布施的人哦、他呢这个命中啊他有福禄、啊、他把、哦、应该享受的福禄啊他布施给人了，他、啊、布施给人、哦、他命中还有没有用到，所以那个北斗七星啊又赶快把他的、哦、那个福分啊又送来，又送来的时候他又把他布施了、啊哦、那个北斗七星又赶快把他送来，这样各位了解吗？他得到一个、哦哦、一个很好的名声，因为他都没用到啊，在你上给人用啊，北斗七星就没用的啊，他就没用，我就要经过他上去啊，啊，所以我们吝啬的人，我们吝啬的人啊、哦、那个北斗七星最高兴，我都不用上，都用用啊，都不用忙啊、哦、不用送去给他，他都已经、哦、够了，哎，他都、哦、一仙子打二十四个角、哦、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有没有这种人啊？还真的有咧，可不可怜啊？很可怜，所以那个、哦、那个梵文啊、哦、谭月，谭就是布施啊，月就是越过贫穷，只要你肯布施你就越过贫穷，你就不会贫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肯布施的人他一定不会富有，他越肯布施的人他越拥有越多，
哦，一直送来，一直送过来，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贪欲，哦，布施啊，越过贫穷，哦，就真的呢，就是这个样子，哎，我们呢，哦，在凡尘呢，就是要能够哦这个做，那么不见呢可欲呀，哦，死心不乱，哎，不见可欲呀，哎，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哈，哦，我们在凡尘会造欲啊，都是可欲，都是把那一些哦假象当成真的。哎，都认为说可以追求到，哦，不知道呢，这样业啊已经造成了。那我们呢，哦，都哦不哦不去呀，啊，哎，追求这一些虚幻不实在的哦这一些物质，不见可依，那心就不乱的，哦，就很笃定。哎，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见可依呢，哦，死心啊不乱。所以哈，哦，我们呢，哦，要呢这个圣人哦当家。哎，就是要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哦，当家，哦，息其心呢，哦，食其腹，然后呢，弱其志啊，强其骨，哦，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哈，哦，哎，这一生呢，哦，都会很有成就。那还剩下还十三分钟了，哦，我们给各位呢这个提问，可以有问题吗？好，请说。有讲师兄有前面提到说，没有能所等于无为等于真心佛性，这样子对吗？哦，对，正确。哦，我们就是还有啊，不好意思，还是没有能所等于无为等于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才对。比如开车不加思索即无为，算是真心佛性的显现，还是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要了解到，哦，他讲的这一些，哦，我们没有能没有所，没有能所已经呢就是一个一体，那没有能所一体的时候，啊，就是已经能够回到，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的那个状态。那假如说这个时候，啊，有所作用，哦，这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啊，有所作用，那有所作用，啊，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佛性本体啊是一个体，然后发挥出来是用，有体啊有用。嘿，像说，哦，我们有钱，钱就是体嘛，啊，我们有钱才可以去买，哦，买就是用，你该买物件。啊，咱假使我若无钱，哦，无迄个体，啊，你讲要去甲买物件，所以进去以后，我跟你买东西，买东西你得爱钱来，要有体呀，啊。提用提用，有体有用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哦，那个体用，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啊，是要修持那个体重要，然后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啊，哎，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你有体的，它会发挥作用，啊，发挥作用，佛性的功能作用，一用了以后，要摄用，又归到哈，哦，你的佛性本体回来，而我们凡人没有修到的话。一用的话，哦，用啊，我们会把那个用当成是体，不知道，哦，这一用了以后，啊，像我们拿钱去买，是不是钱已经给人了，你就不能再买了，对不对？哎，你已经哦，哎，只能给人去啊，哦，已经没有了，那个用只有一次啊，体是永远在，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本体啊，它是永远在。可是我们应用的时候啊，就是当下的那一个用，用了以后啊，哎，我们要摄用，要归到本体回来，哦，重点是在这里。啊，当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哎，你没有哦能手已经进入到佛性的哦那个本体，就是哦已经不用再告诉哦脑筋了，啊，说我现在要踩离合器，要哦换挡都不用，哦直接呢哦就能够呢。哦，拍到呢你要的那个适度的那个档刚好，嘿，那个就是哦，已经你能够哦，哎，从啊那个佛性的本体发挥出来的作用，发挥的刚好。可是这个时候啊，你要记得还是要收回到哦你本体回来，嘿，不能说哦，哎，落入啊，哎，我真够怕档哦，我真够哦这个塞车，这样的话哦就已经偏离了，嘿，没有摄用归体了。哦，差别啊在这里，所以我们凡人哦，有时候啊，就是不研究的话，我们会把那个哈，哦，用当成体，那用当成体呀，啊，就哦就已经不哦不正确了。
我们就是要了解用只有一次，提呀、是永远在。那李讲师啊，我先前请教说，凡尘所有相皆虚妄。刘讲师提过，水寿命也不过是100年，所有物质皆是水火风土因缘聚会所呈现，皆有生命。那为何六祖及很多肉身菩萨1000年不坏？老师当年化缘所留下最后一根树木，在室内仅仅也是历经数千年不腐坏，或许想是大概是佛法无边不可思议，能解释是不是？谢谢。这个哈、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肉露啊，那个神迹啊，真的就是不可思议的、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哦能够想得出来，不是用我们嘴巴哦能够论议，不能够去辩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走入神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啊都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千年，你说经过再加倍万年，再加倍到10000年，他怎么样？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它会经过我们整个整个我们地球混沌，经过呢重开天地，重开天地啊，所有景象是不是都不一样了？所有的人类啊，又是重新从隐晦又生人开始，又开始孔老夫子来教化众生，又重新开始。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有其限度了。那我们纵然能够讲出来，几千年到几万年，那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因为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啊，它是常住不迁，它是永远在，不会变化。这个才是我们值得追求了，不会变化，常住的不迁变的。那所有的只要落入形象，它都会变化。纵然是一个缘会啊，129600年没有变，下一个缘会会变。下一个缘会没变，再下去那个会变，再下去那个，再下去那一个。像我们现在是玄劫，那我们之前有庄严劫，庄严劫有1000位佛啦。那我们现在玄劫也有1000位佛。那到释迦牟尼佛是第4位，和弥勒祖师是第5位，那后面还有900多位。那这个贤劫一过去啊，以后还有一个星宿劫，天上的星星啊，星宿星宿劫一样有1000位佛啦。所以这个时间啊，是不是无量无边？那坐到未说那个坐啦，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贤劫已经这么久了，才第5位佛而已。第5位佛还要未下生呢，还要下生多久？要56亿万年，是不是很久？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落入现象啊，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常住不迁，不会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追求我们能够证悟，证悟自己的本心，能够恢复到本位，每一位都是佛。好，关了。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刘讲师。好，你说。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在菩提树下讲经说法的时候，那他的法相是不是头顶上有一颗一颗的？那有听说是，两份走。两大变的，那小的说法不正确。好，请坐。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呢，那个就是有6年的那个苦修了。我们要了解那个菩提树啊是非常的那个轻，就是连枝枝枝枝啊都。没办法这个住得上去啊，断不掉了菩提树啊，足清气的，所有呢都这个
哦，这个没办法去沾惹到那个上面，哦，黑菩提树啊，哥有看过吗？菩提树，哎，那个很有意思哈。那，啊，所以我们了解哈，哦，那个是我们就是坊间哈，哦，就是我们社会上啊，哎，就是把啊那个因为他坐在那边太久了，坐遐久啊哈，哦，坐两年的时间。啊，就甲伊讲，啊，迄都拢头壳拢鸟啊，屎放落来哦，啊掉咧，还是变一粒一粒，嘿，啊，所以吼，哦，我们有这个后来吼，哦，这个朝拜的时候买水果供佛啊，就不买那个吼，哦，释迦了，因为就忌讳那个名称呐，释迦释迦，吼，哦，啊买释迦来拜吼，安尼无吼尊敬啦，无迄个恭吼，哦，恭敬的迄个心啦，嘿，就是那个意思啦。哎啊，那个哦，那个番石榴啊，跟那个番茄哈，哦，那个是因为经过我们的肠胃啊，然后出来以后，它的种子啊又会生了，啊。那个去拜的话哈，哦，无前期安尼啦，所以我们就是稍微了解它的那个典故来源。哎啊，那个哈，哦，那个是我们哦，这个就是。在想说他坐在那边那么久都不动的话，那一定是鸟粪哦，落在他头上的啦，那是想象的，不是真的是那个样子。还有吗？还有两分钟而已哦，再好，哦，再有一个问题，好，请说。好，哈弟。那个有一次呢，我们。或许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呢，在外面在打雷，然后我已经睡得很熟了，然后惊吓起来，那是不是我们的活性本体的作用？好，好，请坐。对，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哈，说我们呐，啊，这个哦，很专心在做事的时候啊，然后突然旁边哈。离得蛮远的，有很大的声响，然后我们会被它吓到。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呢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如如不动。那如如不动呢，被那个很大的声响哦敲到，敲到以后哦，我们哦连带的整个身都丢起来，嘿，所以哦那个叫做日用而不知啊。我们日常哦都在应用我们的法身呐，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我们都在应用，可是我们不知道。啊，像哦这个打雷也是一样啊，打雷都是离我们蛮远的地方啦，啊，哦，然后一打雷以后，我们都会被惊吓，哎，那个就是一样哦，打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我们法身哦，被那个雷啊，哎，那个闪电哦，哎，这样哦一触弄，然后我们吓到。哎，这个哦，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哎，那一个哦，佛性啊是在，只是我们哦不知道而已。这样了解吗？